雾峰吴小姐问了一个问题哦，她说我的父亲得了大肠癌，哎，也手术好了，医生说手术很顺利，可是为什么还需要做那个后续的电疗跟化疗呢？可不可以不要做？不要做会怎么样？哦，那实际上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哦，癌症这个东西哦，其实就是我一再讲的，它是由自己的细胞变出来，也就是说它不会由其他人得了大肠癌然后传染给你得大肠癌，所以你的癌症是由自己的黏膜化身变异出来的。那一般我们在定所谓的期数的时候呢，就是在第二期以上的一个病人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尤其是在第三期它会有所谓的淋巴转移，那这个的意思就在什么，我们常常一个肠道的局部的一个黏膜变化，我们就会说，哎，赶快把这个病灶把它拿掉就好了，然后不要让它去影响到其他。可是，一般有些病人，他的细胞化验出来，哎，它变化的变异程度很大，或者是说我们做一些生化试验的时候，发现说它以后在其他的地方再发生的机会会变高。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哎，那我们来是不是来做一个追加的治疗，来预防它的一个再发？所以常常有病人说，你不是开刀已经帮我开干净了吗？切也切得很干净啊，不是代表我体内没有癌细胞了啊？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做这些电疗跟化疗呢？电疗它电的就是一个局部的位置，就是我原本也开干净了，可是呢，你的这个肠道的倾向，感觉我们做生化或者是基因的化验，以后再启动的机会不低。这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来做个电疗，来压制它以后再启动的这个时间。好，这就是电疗这个局部。但是电疗它不可能电你全身嘛，因为电你全身的话，电不是没有副作用，你电了的之后呢，甚至有时候电到骨髓的时候，反而为了预防你这个大肠癌复发，就让你又再得到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白血病的问题。所以电疗一般都是着重在局部，然后不要让它再发的位置。可是我们也知道说，癌症某些倾向，就像我刚才讲的，做了一些试验之后，像大肠癌好发的原地，除了原地再发以外，其他的位置就是肝脏，然后腹部其他的淋巴结，还有肺部，还有骨头。那它会既然会有机会下一次就在其他散在其他的地方，我没办法预测它下一次在哪边，所以我没办法直接就去电那个地方来预防。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化疗，让这个化学治疗药物打进我们的血液之后，让血液循环到全身，去压制这种可能的一个过度的一个活化的一个致癌的一个基因，会在新的一个地方建立它的巢穴再启动。所以很多时候所谓的癌症已经开干净了，怎么验都已经开干净了，为什么还要追加所谓的后续的治疗，甚至有标靶治疗这部分，电疗、化疗、标靶治疗这部分，这些东西最大的意义是在于预防癌症的再发。曾经有一篇报道有提到，就是说当乳癌你开完之后，你有用荷尔蒙疗法，你可以抑制 30% 再发的机会，你有追加电疗又再降 30%， 你再加化疗又再降 30%， 这个都是有一些医学的统计。所以后续很多人他做的电疗跟化疗为什么已经开干净了还需要做的原因是在这边，就是为了所谓的预防再发。那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您的父亲应该是在这个所谓的生化跟基因测试上面，即便他说虽然听起来第二期常常是不用，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不是第三期淋巴有转移的时候才需要做电疗跟化疗那些，那应该是他在基因的分析上面已经有比较容易再复发的这个机会，所以会给您这个建议。那当然，所有的电疗跟化疗还是要跟病人跟家属一个观念。医院不是监狱，不是警察局，不会说我今天答应你要做电疗跟化疗了，哦，做第一次很不舒服，后面12次你不做完不行，我抓找人去把你抓来做完，不会。所有的电疗跟化疗都是这样，哎，你先尝试着做第一次、第二次看看，觉得身体可以承受，我们再继续；身体不能承受，你就不要勉强，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还有最后要跟大家，算是要请大家要非常要珍惜的一点是，当年我在当实习医生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您的父亲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对不起，我开刀帮你开完了，如果你没有准备30-40万，你是没办法追加后续的化疗跟电疗。现在是因为有健保给付，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免钱，然后呢这个
追加这个东西好像每次听人家都会很受苦，所以很抗拒。可是反过来讲，如果在那个年代你不拿三四十万就没办法做的事，我现在免费送你，哇，以前大家听的就赶快来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还是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之所以可以做这个电疗跟化疗，并不是医生很爱帮你做，而是为了预防你那个癌症的再发。但是你很幸运生在台湾这个健保制度的国家，所以你不用付到什么太多的一个费用。所以请大家好好珍惜这个医疗资源。健康多一点有 YouTube 咯，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按下小铃铛，可以得到最新的资讯哦。